每科总平均的第一格，也就是国文的第一格，哈，国文这一格，来，然后呢？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喝一下茶。好。去把我们的 AVR 找进来 ，Average， 来范文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错，确定。然后呢，按住右下角点，拉到物理就可以了。哎呦，还刚刚好每一科都五十，好奇异的现象。好，各位，第二题。第二题就不能用 average 了，因为范围内有什么文字，所以我们特别提醒你用哪个函数，这个 AVERAGEA， 有没有看到多个 A， 我们写在这里提醒你，所以等一下你要算这一题的时候，不管是每一个人的平均也好，不管是每科总平均也好，记得要找这个函数，它在哪里呢？它就在那个格统计里面的隔壁而已啦，在 AVERAGE 的下面这个就是它了。好，来，各位请你找找看，请你把它做完，去把它做一下。我们特别提醒你，因为范围内有文字的关系，所以请各位要用 AVERAGEA， 好，请注意。好，不要找错了哈。所以呢，四科加起来是40分，平均应该是要10分才对。OK 吗？好，用这个函数就对了。好，写到这一格哈。其他函数的统计，因为它里面有文字的关系，所以请各位选这个 AVERAGEA 哈。好，范围照样选进来给他，哦，一样是这个范围哈，不管它里面有几个缺考都不要管它，反正范围选给他就对了，哦，确定有没有十分才是正确的，哦，好，右下角点两下，再来，每科总平均一样是哦。啊，因为才刚刚用过这个函数，他还记住哈，所以最近用过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了 ，AVERAGEA， 好，把它点一下。好，再来，它范围啊是空的哈，你要自己选进来哈，从第一个人选到最后一个人，一共几个？一二三四五，五格哈。OK 了哈，按确定，哦，再按住右下角啊，拉到最后面，哦，这样子 ，OK， 这样子就完成。来，各位，双季的平均业绩，双季哦，就是二跟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做一次，请各位看一下。那么呢，都是数字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用简单的 AVERAGEA。AGE 就可以了。好，各位请看，一样哈，第一栏就给第二季，第二栏点一下，再给
第四季，啊那个呵，两栏进来，它自然而然就会除以二，好、哦、，OK 哈、哦，按确定，答案就出来了，点两下，右下角点两下，好了，单季就交给各位完成了，哦，第一栏就给第二季，第二栏给第四季，哦，所以它的单它的那么公式里面呢、啊，出现的是逗号哈，逗号。哦，谁跟谁，那它就会除以二，哦，就会除以二，因为两格而已哈、哦。那单季就交给各位了哈。哦